圣诞节咧就系、是、一个句子，圣诞节耶稣就降生啊！耶稣由玛利亚嚟到呢个世界，玛利亚系一个人，玛利亚会生个人出嚟，所以耶稣佢系人嚟嘅，佢唔会系一只猫仔，玛利亚会生只猫仔出嚟嘅。好啦，而家讲耶稣离开呢个世界，佢嗰个描述就好似升上天咁。好似好神化，即係描述就咁描述。實質嘅意思即係話咧，佢消失咗，佢唔再用血肉之軀，佢翻去天主嗰度。耶穌本身係天主，佢嚟到呢個世界成為人，因此耶穌又係天主又係人，佢翻去天主嗰度，就提醒我哋，我哋都係嚟自天主。我哋都同樣好似主耶穌一樣，會翻返去天主嗰度。我哋會同主耶穌一樣，類似係點啊？我哋會經歷死亡，我哋每個人都會死。喺聖經嘅翻譯裏面，或者有時我哋嘅祈禱經文裏面，譬如頭先我哋讀嘅第二篇讀經就係啊，佢譯出嚟譯得中文咧係麻麻地嘅，佢成日都喺度講緊。今世、來生、第二世，我話俾你聽，我哋天主教唔講來世、今世，係講現在、講將來嘅啫。甚至係我哋講我哋嘅教宗咧，都係講得唔好嘅，因為而家我哋嘅教宗係邊個？因為佢係第一個人用，所以就唔會講方濟第一世。其實我都話講緊第一世根本已經係唔好啦，為咗佢哋要表達，比較可以入落去中國人嘅文化嘅啫，譬如用翻 John Paul 嘅 Second， 用英文去講咧，識英文嗰啲就知明白我講緊乜嘢啦。嘅 Second 嘅意思係用第二個人用呢個名，而家我哋嘅中文譯就話第二世，係令人有誤導喺度。誤導就話嗰個教宗翻山翻上嚟呢個世界啦，係錯誤嘅一個觀念。依個係第二個宗教嘅觀念。我哋嘅信仰係咩？我哋嚟自天主，我哋嚟呢個世界，我哋大家都會經歷死亡，我哋都參與主耶穌基督嘅死亡復活。我哋嘅生命唔會咁樣就完結咗。我哋話我哋嘅生命再存在嘅。在这个血肉之躯不再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灵体，用了希腊的语言就叫做灵魂。不过都不要说希不希腊，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有这个观念，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叫做魂魄，还有魄，魂魄听到没有？听过。今天呢阻住你们母亲节吃饭，有时间讲的了，咁啊，唔差咁遠啦，係嘛？因此，我哋今日慶祝呢個升天嘅順利，提醒我哋第一，耶穌佢係真天主、真人，所以佢翻返去天主嗰度。提醒我哋同樣一樣，我哋都將會翻返去天主嗰度。好啦，翻返去天主嗰度，對我哋嘅教訓就好大啦。點解啊？天主唔再用血肉之軀存在。在这个世界了，如果是的，想不我站在这里说有天主直接在这里， 我应该坐在这里跟你一起排排坐，是吧？就是天主再不用血肉之躯。下个礼拜我们庆祝圣神降临节，即叫五旬节，天主再另外用另一个方式，五旬节天主圣神，圣神这个字是风气，是留下个礼拜先跟我们说，阻住你天主用第二个方式，用不同的方式，譬如说在我们教会七个特别的时刻的里面的七件圣事的临在，天主透过教会的团体，在我们的礼仪祈祷的里面，我们的感恩祭，前个部分就读圣经，有些圣堂有些又未必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在
聖堂嘅擺設裏面咧，一邊就係聖體櫃，一邊就係一本聖經。有啲聖堂佢將個聖經擺喺個十字架之下，你哋自己可以留意去睇下教宗，甚至而家我哋嘅主教座堂，主教坐個位喺邊度？佢唔會坐喺嗰度。而家咁就都好啲，佢唔會坐正中間好似包青天咁嘅。你哋自己睇啦，唔係我喺度亂講噶，你自己留意睇下啦。個中心點就擺翻喺十字架同天主嘅聖言嗰度嘅。我哋離撒嘅頭部分就係宣讀聖言啊嘛，聖經啊嘛，天主嘅臨在啊嘛，上主嘅説話啊嘛。然後一間我哋有聖祭禮，我哋領受主嘅體血同我哋一齊。主透過另外一個方式，唔同嘅方式。甚至呢個禮儀喺生活嘅裏面嘅見證係重要嘅。信仰唔係話我哋知道好多嘅知識，容許我判我哋而家教會嗰個無道班，或者如果呢度有教會中心嗰啲人，你哋可以打小報告嘅。我講事實嘅係咩咧？就係、是、以為哎呀無道班咁樣要知識得好多天主嘅知識，咁就有信仰啦。是基礎的，最重要是什麼？最重要是生活出來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我們的福音，耶穌提到叫那些門徒叫他們去復傳然後告訴他們信而能夠受洗得到生命。信的意思，信的意思不是知道很多知識，信仰的知識就叫做信，信仰是生活出來的。我們中國人的哲理大家都會聽過，知行合一，得個知唔行，大隻講都死㗎。我做神父，大隻講，當然有啲高水準嘅嘢，我同你都一樣，大家都係大罪人，我哋都要去修練我哋嘅德行譬如舉例，上個主日耶穌叫我哋彼此相愛我哋每次念天主經，叫我哋。求天主寬恕我哋，好使我哋去寬恕別人耶穌喺第二個福音仲更加講，唔單止彼此相愛，愛你嘅仇人添啊，仲係嘛？幾高水準啦，係嘛？咁係咪我哋就一定做到啊？我都同你一樣咁小氣，我都未必做得到噶。真嘅，我同你一樣罪人，我哋都要努力去祈禱，努力去修行我哋自己嘅德行。努力使到幫助我哋能夠邁向呢個更圓滿、更加豐盈嘅呢份所相信主嘅呢個信。所以我哋今日嘅聖經提醒我哋，耶穌升天就係呢個道理。不過都提醒翻我哋喺生活裏邊嘅，適逢今日咧就母親節，係咪？小妹妹，上個禮拜。我咪叫你今日做乜嘢啊？記唔記得啊？我叫你做乜啊？今日啊，我哋拍手啦，係啦，又做咗啦。我叫佢今日錫阿媽一啖，今日母親節係嘛？我細路仔嘅年代咧，我哋邊有咁幸福，成日有咁多遊戲機玩啦，聽收音機已經好好啦，有得聽。嗰時嘅今日母親節咧，度度都會唱，我都會識唱，細路仔音樂堂都學唱，叫做媽媽好，聽過未啊？未啊，未啦，係我哋呢度老餅啊，邊個唱知唔知啊？記唔記得啊？翻上去電腦嗰度查下個電腦，咁你就會知道呢支歌點唱。當年邊個係我嘅偶像唱好啦，我哋講緊母親啦，用呢個嚟提醒翻我哋今日耶穌升天啦。好啦，點樣樣咧？我細路仔嘅時候咧，就好曳嘅。我住喺黃大仙七層大廈，紅番區。我父母啊，成日驚我學壞。又加埋我好似只馬騮咁，咁啊男仔又好啲啦，佢女仔又乖啲啦。於是我媽咧逼我要去主日學，
其他你就要被逼去主日學啦。咁都好啊，有主日學有得玩啊，都好啊，有細路仔都有得玩，幾好嘅嚇。後嚟我媽咪嫌我唔夠乖，逼我去做負責，去做負責。我好好有去玩下啦，負責玩玩下，覺得都係唔好玩，唔玩啦，我就唔做負責。再耐啲咧，好悶啊！那個神父成日都講嗰啲道理嚇死我。你個神父講乜嘢啊？成日你唔乖咧，升唔到天堂。嗱、你成日罰唔守規矩。嗱、你咧罰你，天主第日就罰你噶，罰你去地獄。地獄點啊？有火燒你嘅。啊！燒到你死死下，跟住咧嗰度有個嗰啲魔鬼，嗰啲魔鬼咧揸住個叉，叉住你燒，哇！好似燒烤咁，哇！我喺嗰度聽到我嚇到我死啊，嚇到我瀨尿啊，因為我真係四圍去玩好人噶嘛，哇！唔乖就去唔到天堂啦，死啦！犯錯咧就要俾人燒死啦，幾驚！後尾都又悶到死，嗰個神父講埋都唔知乜嘢，我都知，我都有時都你哋知我講緊乜噶啦，係嘛？於是我咧青少年反叛啦，我星期日朝頭早信瞓覺，我成晚都唔信。咁啊，依個一匹布咁長啦嚇，所以第日先再分享啦嚇。唔係我冇角度嚟講，因為翻嚟講耶穌升天啊，仲要計時間啊，你哋一間母親節訂咗餐食啊嘛，咪。於是咧，我哋會知道原來佛係咪一個叫做好嘅咧？未必係。歐洲有啲教育，佢哋係咧鼓勵嗰啲同學點樣去發揮佢哋嘅潛能，發揮佢哋本身佢哋可以發揮嘅。就調轉唔好我哋而家咁咧，我哋嘅教育咧，暫時就係咁啦。嗱，我而家唔係叫你翻學校示威起革命喎嚇，只不過話而家就係好多樣嘅條例箍住你啦。嗱，你咁樣樣唔守校規咧，又點點點記幾多個乜，教會好似都同樣係咁樣啊。但係而家我哋大家都知道係，而家為咗粒糖先幫阿媽做家務唔足夠，為咗有雪糕食先幫手去做嘢。為了有天堂才做好人是不足夠的。那怎樣才叫成熟啊？成熟的就是愛在這個律例，我孝順父母，其實都不是我們教會的，數珠四海的，不要殺人，個人會好，這些是數珠四海的。好了，這些外在的這些律例彼此相愛，是要植根入落去我們的內心裡面，由我們自己內在的動力發揮出來，去真的去發揮一份愛。就用今天母親節，當然這個也都涉及一個天性，在這裡都有很多很偉大的母親，她不是為了將來她們的小孩子，其中以前有一個觀念，現在有呢都不是叫錯，是吧？養兒防老，係嘛？但係大家唔係咁諗嘅，大家都係願意呢啲母親或者父母係發自自己一份愛去照顧佢自己嘅仔女嘅。我哋嘅信仰同樣都係一樣，我哋都係會需要咁樣養佢。於是咧，阿媽唔喺度啦，阿媽希望我哋會乖乖地啦。
但係諗翻我細路仔嘅時候，阿媽叫我乖乖地，其實阿媽轉頭出咗去之後，我就已經差唔多將屋企反轉啦。而家同樣啲小朋友都係啦，講中你唔好意思啊，啊就咧阿媽梗係叫你嗱、啊、放咗學翻嚟，好啦，最多食咗少少嘢，瞓一瞓，瞌一瞌就做好功課先玩啊，或者係唔准食得太多嗰啲糖噶。往往我哋嘅小朋友就唔係啦，阿媽一轉到睇唔到咧，佢就已經炸炸低，就開住架機出嚟打啦，或者係咧炸炸低走去抄到嗰啲糖出嚟食啦。可能你哋乖唔乖嘅事，有啲小朋友就係咁啦。我哋唔係，我哋知道主耶穌唔再喺度睺住我哋啦。但我哋會唔會可以能夠自動自覺呢？我哋都能夠真係幫助我哋能夠可以深化，而能夠呢個動力強嘅萬變不離嘅做。我點樣專注參與禮儀？我點樣專注喺每一日做一少少五至十分鐘靜靜地祈禱都唔錯㗎啦。去感受到天主對我嘅生命嘅動力。使我能夠真係去愛主愛人。